但是没办法，我太饿了，就不能等它风下去了，也不知道风啥时候下去了，就找到了一个手套。哇，你看这样。全是奶黄流心，还是魔镜鸟必须学媚娘，出错率低。这肠也好吃，第一次吃他们家榴莲的，吃辣的，这黑麻好吃，一点都不苦。这豆浆黑芝麻。存不是又卡掉了，录着录着又卡掉了，好气啊！
也不知道哪里录上去，哪里没录上去。好久没吃火鸡面了，真好吃。都是渣，我自己再吃吧。